为辛酸，而我们将苦候很远。十八人的苦行队代表罢工来到第十八天，12小时的路程是坚守漫长的工作时间。我们将拿着玫瑰，象征着工人的劳动尊严，绑着红色的头巾，写上我不是奴隶的愤慨。白短衣与红大字，以指罢工的热血与团结。我们也知道苦行12小时很热很累很辛苦，但必须坚忍的走着，并承诺与工友坚持到底。一日就做24个钟头，即系咧冇瞓觉嘅，仲要佢哋个人工啊好少。见到啲人系咁打鼓咯，话我哋唔知道咩事嘛，向前问下咯，问下个哥哥咩事，之后佢详细咁同我哋讲解咯。咁你而家听到系咩事啊？即系话啲即系码头嗰度咧，即系啲人咧，啲公司咧就唔俾嗰啲工人咧。出糧又少喎，但係咧有24小時咧又喺度做嘢，即係見唔到佢哋啲細路仔嘅，咁佢哋咧就想啲工人咧可以見翻啲細路仔咯，即係佢哋啲公司咧就唔好對佢哋咁話，應該俾佢哋時間休息啊嘛，唔休息冇力量。10个钟啦，咁你问我，其实我哋比起码头工人
撐我哋，有駕駛呢個工人撐我哋。點解要唔同嘅工人撐工人啊？因為工人對住資本家，我哋個勢力係弱小嘅。但係只要我哋各界嘅工人團結起嚟，就可以對抗資本家嘅。我哋作為勞動，即係作為打工仔，應該有嘅尊嚴，係咪啊？